唯有葵花向日倾。爸，女儿。爸，我爷你回来，我爷。日子小姐，里面请。喝茶。高田先生，见到向正民了。哎呀，向正民这个老狐狸，避而不见。收购铁路的事，恐怕没那么容易。他呀。一向道貌岸然，以爱国人士自居，这个人不好对付。他们不把你放在眼里，我们可以先发制人。啊，这位就是高田君嘴里的中国朋友。金先生，初次见面，请多多关照。栀子小姐有什么高招吗？现在有一个绝妙的机会，不光能杀了向正民，还可以把曹墨菲一网打尽。哦，你说的是曹墨菲的婚礼？哎，这是个好主意。向正民。是主婚人呐，到时候他一定要去。向正民一死，滨州能够接替他的只有金大人了。滨西铁路也会成为我们的囊中之物。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栀子小姐，你已经失手过一次了。这一次我有个万全之策。在干什么？啊！我什么也没看。你竟然在这偷听！我没有偷听，别杀我！怎么了？智子，智子，他在偷听。没有，我没有。你走！怎么，舍不得这个窝囊废？我看你才是个窝囊废。他是曹墨菲的哥哥，是我的夫君，叫来他是什么，我说了算，明白吗？
还念念不忘。他这样对我，我恨不得他去死。你跟我说实话，你去到底是为什么？我还能为什么呀？我就是想亲眼看看，这个当初对蟠桃说至死不渝的男人，是如何打自己的脸的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是不是觉得我一个外室带出去丢人啊？啊，不不不不，哪能呢？只要你乖乖的听话，想去哪儿都可以。蟠桃小姐，你愿意嫁给曹墨飞先生为妻吗？我愿意，相濡以沫，白头偕老。你能不能娶我呀？啊，墨飞，不是妈逼你，你如果不娶她，你又如何能把她从家里都带出来？我以为蟠桃还在你心里呢，看来我以为错了。蟠桃，啊！你告诉我，是不是你回来了？蟠桃，你开门啊！是我，我曹墨飞啊！蟠桃，蟠桃，蟠先生，是你。你以为是谁？我以为，蟠先生，你离开滨州这么多年了，有没有蟠桃的消息？你都要结婚了，现在问这些还有意义吗？我只是想知道蟠桃是否还活着。没有，我一直没他的消息。
真的不打算见他了吗？不见了，都过去这么久了，他既然决定去除明月，就证明已经把我忘了。他能找到自己的幸福，愣着干什么呀？赶紧换衣服迎亲了。哎，哎呀，真没想到，共产国际派来的同志，竟然是你。丁叔，好久不见。是啊，这一晃都三年了。行啊。你们俩聊，我在楼下等你。好吧。嗯。快，快坐。哎，谢谢。班长，喝水。哎，谢谢。班长，你听说了莫非的事儿吧？啊，丁叔。待会儿你还去参加他的婚礼吧？那我就先走了。有消息我们再联系。班导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儿。那我先走了。哎。今天是你弟弟的婚礼。作为哥哥嫂子，怎么能不参加呢？我们和他早就没有关系了。你怕什么？你不是最讨厌他吗？不如我们送他个大礼，让他永远从这个世界上消失。不如就把他绑在你身上吧。嗯？不。爹，我出门了。哎，嗯，哎呀，这穿的花枝招展的，干嘛去啊？我去参加曹墨菲婚礼啊。哎呦，闺女啊，你跟人家又不熟，你去干嘛去？那曹墨菲是江玉晨的好兄弟，我是玉晨的未婚妻，当然要一起出席了。消停点吧，啊，别给人添乱了。爹。你这话说的，
我怎么能是添乱呢？我是去给人家新人送祝福，是去喝喜酒的，好吗？我说不准去就是不准去，好吗？凭什么？凭我是你爹！我不，我偏要去。王福华，是。把他给我弄下，没我的命令不许出大门。爹，你不讲道理，你放我下来，快放我下来。嗯，我要讲理呀，我就不是你爹了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不要杀我！曹母亲，救命啊！不要杀我！不要杀我！谁说要杀你？为什么要跑？我不想死，我也不想杀人。曹母亲，你再不乖乖的听话，我就把你的心肝挖出来喂狗。母亲，放心。我不会让你死的，我就想请你帮我个忙，帮我把东西带进去，我会完完整整的把你带出来，绝对不会伤你一根汗毛，好不好？嗯。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你。母亲，你一定要相信我。你不记得了，昨天木村雄要杀你，是我。是我保的你，对吗？所以，我一定会护你周全，相信我，乖乖听话。还没死，放开他，杀了他！救我，曹梦青！救我，曹梦青！报告司令，出事了。怎么了？小姐跑出去了。啊！你是怎么办事的？连个人都看不住啊！小姐她是回房睡觉，我也不能跟着她去卧室啊。废物！赶快去找去，找不着我毙了你！是。恭喜！恭喜恭喜！美月。恭喜啊，二少爷。新郎官，恭喜了。啊！里面请，里面请。好好好，走。请请请。哟，向厅长。向里面请。哎呀！哎，他俩咋来了？你给他俩下喜帖了？怎么可能？我婚礼的事儿，滨州城就这么大，传到许坤那儿，也很正常嘛。里面请，里面请。哎呦，金大小姐！哎呀，谢谢金小姐。来，里边请。江玉晨，哟，怎么才来啊？你还说呢，说好我们俩一起来的，你怎么就一个人来了？我去找你了，在楼下等了你许久，以为你没起床呢，我就提前来了。就你贫！哎呀，好好。母亲小心。谁邀请你们来的？这里不欢迎你们，出去。出去！我们是莫非的哥哥嫂子，来讨杯喜酒喝，有问题吗？莫非，他毕竟是你哥哥。让他们进来吧。莫非，新婚快乐，百年好合。谢谢。莫非，母亲，快走，
葬。向山长，吉时已到，有请新娘新郎入场。你可别让我后悔带你出来。什么时候帮我解开啊？你跟我来，我现在就给你解开。韩桃，草木先生有炸弹！没事，二哥，别急，我们帮你啊，是吧？你没事，别急。莫非，别恨我，你们快走！说不准去就是不准去，好吗？凭什么？凭我是你爹！哎，你放下！把他给我弄屋下，没我的命令不许出大门。
莫非，我想知道，我们的婚约还算数吗？明月，现在都已经这个样子了，我看婚礼恐怕是……无论如何，我都希望我能够嫁给你。啊，莫非，朱小姐，你们的婚礼我就不参加了，恭喜。老大，恭喜啊！恭喜！老大，头子，探头。莫非，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。哎，疯子，你这个疯子，差点把我们两个都给害死了。死？我又不怕死。哎，汉桃竟然没死，他又回来了。我就是要眼睁睁的看着他看到曹墨菲娶别的女人是什么表情。他背叛我，我要让他尝尝被人背叛的滋味。行了，别笑了，你个疯子，以后啊不许这么胡闹。明月，看来我还是得出去一趟。你要去哪儿呀？我大哥和智子的事儿，刚才你也已经看见了，我必须得去解决。不过你放心，我可以很快回来。好，那我等你。我真没想到，你竟然没死，就这么活生生的出现在我的面前了。你变了好多。你倒是没变，还是跟以前一样。是吗？哼。说吧，这么久，你到底干什么去了？那可就说来话长了。没关系，我呢有的是时间听你说。把你的手拿开。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当然有关系了，你别忘了啊，你呢还有卖身契在我手上，你现在还是我江家的贴身丫鬟。你的贴身丫鬟叫潘桃，嗯，我的名字呢叫纳斯塔西亚。叫什么？纳斯塔西亚。纳斯，纳斯纳斯是亚，那什么什么，那个。哎呀，哎，那是什么什么呀？你真的不打算再争取一下吗？其实曹墨菲心里面啊，一直有你。他娶朱明月是有别的原因。不管出于什么原因，他已经做了决定，我不想让他为难。不后悔啊？有什么好后悔的？人活一辈子，还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去做，不光是男女之情。
那什么什么亚呀，我发现你长大了呀。嗯。小娜呀，小雅呀，你要不要跟我回趟方圆啊？钱叔小福的春暖，要是知道你还活着呀，那给蹦一下，乐得给弹起来。哎，我也很想他们。改天吧，改天我去看他。行啊，好。嗯。世子小姐竟然失手被抓，没想到常墨卿那个窝囊废竟然以命相搏。知子小姐的暴露对我们十分不利，向正明那边恐怕不会善罢甘休。知子现在还在许坤手上，应该在向正明手里。走，去铁路局。请进。朱老板，怎么有事儿啊？高铁先生，来坐。好的。高田先生，您答应过我不要伤害我的女儿，智子小姐怎么把我女儿的婚礼给炸了？朱老板啊，据我所知，他可没把你当父亲看。高田先生，我就这么一个孩子，希望你们下次行动之前跟我通个气儿，行吧？朱少全，你要搞清楚自己的身份。喂，武村。不要对朱老板无礼。朱老板呐，谁要是跟我们合作，谁就是我们的朋友；如果跟我们作对，那我们可就对他不客气了。无论他是谁，希望朱老板能明白。你看你都瘦了，瘦了也更美。躺了这么长时间，那你现在身体恢复了吗？恢复了。真的吗？啊？哎，哎，干嘛呢？结了婚的人了啊？不回家守着自己家门去，怎么跑人家来守门了？我找蟠桃有正事。蟠桃，我们抓住了知子，希望你过去做个证，能不能跟我去一趟？好。说吧，为什么要刺杀向省长？是啊，我为什么要刺杀向省长呢？分明是曹墨卿要扎婚礼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可是我亲耳听到你让曹墨卿把东西带进去。范小姐，我说的是什么呀？结婚礼物，我和明月是好朋友。他结婚，我送礼，有什么不对？那你们为什么要半路追杀曹墨卿？他是我的丈夫，我为什么要追杀他呢？我们说好了一起参加婚礼，半途中他烟瘾犯了，我只是叫人把他追回来而已。更何况他引爆炸弹的时候是我阻止了他，我差点被他炸死。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在这狡辩？我们在座的都看见了，是你把炸弹绑在了曹墨卿身上，然后推向了向省长。既然你们都听到了、看到了，还问我做什么？心配しないでください。向省长，见你一面。可真是不容易啊。高田先生的求见方式也很特别嘛。
知子小姐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侨民，就算有什么问题，你们可以带她去警察局慢慢的调查。在这里私设公堂，这恐怕不合适吧。哎呀，你们大日本帝国的侨民私下里面去搞暗杀，恐怕也不太合适吧。江副局长，你说话可得有根据。咱们俩谁在这胡说八道啊？如果你拿不出证据，木村，嗨，带知子小姐我们走。慢着，谁说没有证据？你们知子小姐挟持曹墨卿，蓄意谋害向省长，我们在座的都是人证。人证？哼，那还有一个最重要的证人，曹墨卿在哪儿？他在哪儿啊？向省长，本来我想和你继续探讨一下冰西铁路的运营情况，看来你是没有这个心情了。关于冰西铁路的运营问题，就不劳高田先生费心了。木村，哎，带知子小姐，我们回家。站住！莫非？诸位，告辞了。不错。向省长，这，啊，就这么的，行个礼，把人就给带走了。你们是不知道，现在中日关系非常敏感，所以这件事不宜扩大，以免让日本人掌握我们中国人引起事端的口实。早晚有一天会抓住他的罪证。对不起，没能帮上你们什么忙。如果没有你，我们这些人就早已成为知子手下的亡魂了。那我就不打扰，先回去了。我送你，我送你。这个事儿明天就去办，越快越好啊。爹，我问你，你是不是早就知道曹墨菲婚礼上会出事儿？哎，我又不是神仙，我怎么能知道啊？你看这孩子。那你为什么拦着不让我去啊？我什么时候拦着不让你去了？我是不愿让你去见那江玉晨，知道吧？为什么呀？为什么？你先坐这儿，坐这儿，坐下。你说你们俩这个婚事拖多长时间了？哎，我哪次去问他吧，他都敷衍我，我就感觉这小子不是真心想娶你。哎，对了，那个，我前几天去奉天那个开会啊，哎，见着你姚伯伯那侄子了。呵，这小伙现在都当那个上校副团长了。爹，你现在跟我说这话什么意思呀？到底，那你这还想拆散我跟玉晨？哎呦，傻丫头啊，你看不出来啊？